佳明，你看这张照片多好啊，这是你爸爸生病以后他自己挑选的。我想把它放在客厅里，这样呢来来回回的人呢还有咱们自己的家人都能看到你爸爸开开心心的，你爸爸呢也能看见我们开开心心的生活。妈，那你答应我你也得开开心心的。好。哎呦妈，都快三点了，吃点吧。谢谢小强，谢谢小强。佳明，你爸爸有遗嘱，不在家里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吃豆腐饭，骨灰撒一半在茶园。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丧事要不要从简呢？妈，那你的意思呢？我觉着还是应该尊重你爸爸。行，听你的。小强，我在布店呢订了点黑纱白布，说好三点去拿的，你去帮我拿一下吧。妈，就是那个桥对面那家布店吗？对。那我现在就去。好。我陪你去吧。不用了。包佳明，于小强刚才在这儿，我怕他生气，我是故意把他支开的。现在就我们俩，你告诉妈妈，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小强不是说了吗？我出差了，我在飞机上。你当妈妈傻？你当妈妈不懂啊？你要真在飞机上，那传过来的就是已关机，不可能是不在服务区。你根本就不在飞机上，你去哪儿了？妈，你就别再问我了。总之我没有做对不起小强的事儿。你骗我也就算了，你干嘛要骗人家于小强呢？啊？他都不计较我没有认他呀。昨天晚上我一个电话，他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医院。你爸爸抢救的时候他一直站在我身边，你爸爸走了，他跑上跑下忙前忙后都是他一个人，还替我帮你爸爸穿衣服。你这个做儿子该尽的孝没有尽到，他都替你尽到了。你必须告诉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和嘟嘟在一起。嘟嘟？ 他不是嫁到美国了吗？怎么会又来找你呢？离婚了，回国找工作找到我这儿。前些天他突然辞职了，昨天他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又要回美国，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我想，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所以我就去找他了。圈套！这根本就是那个嘟嘟耍的花招。嘟嘟是个什么女人，我还不清楚吗？当初我反对你们俩在一起，就是我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一个做老婆的料。你竟然还跑到机场去见他，那为什么会待了一个晚上呢？我在机场跟他拥抱告别的时候被他前夫看见了，他就冲过来揍我，我们俩就打起来了，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摔坏的。后来我们两个被带到了机场派出所，我在那儿做了一夜的笔录。保家里，你是一个有老婆有家庭的人了，你怎么可以在你爸爸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跑到机场去见什么嘟嘟？你对得起你过去的爸爸，对得起我，对得起于小强吗？妈，我错了，我跟你发誓，我跟嘟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他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哎呦，哎呦，包小明，你真气死我了。于小强要是知道昨天晚上你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他肯定会气疯的。他会做出什么举动，不用说妈妈都想得出来。所以我才不敢告诉他。佳明，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你就是编一万个瞎话你也不能告诉于小强昨天晚上你和嘟嘟在一起。于小强是个好女人，
你不能辜负了他，你不能跟他说，听见没有？啊？我妈跟我夸你来着，说你是个好媳妇儿。我爸临终的时候，你一直陪着他。小强，有你在真好。那是因为你不在吗？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还有这必要吗？我跟爸妈都说了，你去出差了，人在飞机上，接不到电话，他们相信了。我不想骗你。昨天晚上我手机摔坏了。昨天晚上，我满世界都找不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肯定是生我气了。那件事情确实是我错了。你可能跟朋友去喝酒了，可能去唱歌去了。我害怕你出什么意外，我想了无数种可能。我给芳芳、给小熊打电话，给所有我认识的你的朋友打电话，他们都给我的是一个答案：我们不知道佳明去哪儿了。在你爸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哪儿？你爸想跟你临终告别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一夜之间，爸已经走了。这个世界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还有解释的必要吗？我去找杜杜了。你终于说实话了。我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给我发短信了。他说什么？他说谢谢你，小强姐，谢谢你让佳明陪伴我。你别误会啊，昨天他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去美国，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我想去问他为什么走那么匆忙，所以我才去找他的。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不辞而别，我也总该去过问一下吧。你们俩是普通朋友吗？过问一下，你过问他还少吗？他没有工作，你就把他招到你的手下，天天上班陪着你。对了，你连你们俩以前的爱巢都就地重游了，感慨万千吧。他肯定后悔了，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你，不然他不可能到现在都留着你们俩以前用过的东西。你以为我是傻子？所以他上班的时候才会穿着超短裙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的，他的大长腿好性感呀！你们俩站在一起还是如此的般配，不像我站在你的面前又老又丑。我告诉你，包佳明，如果你想跟他重归于好，你们俩想旧情复燃，你想离开我，你跟我说，我可以放了你。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我不相信。你背着我跟他在一起，你们俩一待就是一整夜，一整夜你们俩到底干了些什么？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昨天我们俩在机场碰见凯文了，他莫名其妙冲过来打我，我的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摔坏的。后来我们俩被机场派出所带走了，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夜。碰见凯文，他们俩不是已经离婚了吗？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天哪，好浪漫呀！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还打到派出所去了。那肯定是你对人家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就给了他一个拥抱，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拥抱。恶心！恶心！你不用再给我解释了，你去跟你爸解释去吧，他已经听不到了。你能别再提我爸了吗？于小强，你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已经想好了，我先陪着妈，等爸入土为安的时候，我就回上海。这些日子我跟妈住，我要照顾她，你自己住。一定要这样吗？是的。这些天我妈已经够伤心了，她如果知道我们俩这样，我怕她接受不了。那就别让她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不不不！小佳，
就当是我错了，我求你原谅我行吗？不行，给我点时间吧。你知道我也是一个不能勉强自己的人。如果我现在心里恨你，我们俩待在一起会开心吗？肯定会更痛苦。 江明他爸爸下葬后，我就回到了上海。江明留在安徽陪他妈妈，我们俩正式分开了。说好了要信任的，可怎么遇上问题，还是吵啊吵啊的。生活往往就是这样，我们对周围的人可以客客气气，却忍不住去伤害你最爱的和最亲的人。 这是我从澳大利亚给你带的礼物，啊，谢谢。你怎么脸色不大好呀？江明的爸爸去世了，我回了趟安徽。哦，节哀。怎么样，转了一圈回来，心情好点了吗？好多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家。 现在住在宾馆里，你还没有回家呀？我怕回去添乱。你知道，婆婆容不下我。她那个人吧，应该还是个比较刚强的人。光耀的爸爸走得早，她一个人担起那个家，那个年代可能真的是很不容易。前段时间她住院，我去看她，我觉得她老了。咱们都知道。 人老了进一次医院就差一次。我们都是女人，现在也都能理解了。她的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其实我不回家，还是因为老刘。南希。 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是真心爱老刘的，你也承担了他的过去。就是我跟毛毛，以前我挺恨你的，现在我彻底想通了。也许你才是陪他走完一生的人，而我只能陪他度过那七年的时光。我们俩只有那七年的缘分。 如果我没有跟老刘离婚，我也不可能碰到佳明。如果没有碰到佳明，我也不可能那么淋漓尽致地品尝到爱情、快乐、美好。
生命的真正含义。所以你是我的恩人，我也应该感谢你。不瞒你说，我现在跟佳明也有一些问题，我也想好好的想一想。你也一样，如果你还爱老刘，如果你真的离不开他，你一定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然后你再做任何决定，你都不要后悔。谢谢你，小强。谢谢你，周律师。进来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主意，但我尊重你的意见。啊，另外呢，这个你拿着，我在里面存了300万，没别的意思。我想你将来如果生活的不好，我要知道了，我心里会难受。你还是这个样子，我喜欢你开门见山的性格。我们这么久没见，难道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吗？啊，抱歉。也可能是我太直接了吧。好，那咱们先聊点别的。怎么样，这次去澳洲好玩吗？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你去了这么久。我根本不是去玩的，我是去办事儿的。我打算一辈子不回国，一辈子不见你了。所以我联系了一家澳洲的养老院，这次去是谈合同的事情。哦，是这样。看出来了，你对我们的婚姻关系确实是不抱任何希望了，心若止水啊。是的，我从家里出来没有带走一样关于你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可是有一样东西，我想了半天还是装进了包里。是什么？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天从养老院谈完事情出来，我就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像一个孤独的鬼。我正胡思乱想，有一个小伙子从背后窜过来，一脚把我踹倒，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跑了。啊？怎么会这样呢？你喊没喊警察？那个街道很僻静，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喊谁。等我反应过来，脱口而出，我竟喊了你的名字，老刘。奇怪吗？奇怪，我以为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可在那个时候，我居然喊你。我琢磨了好久，我终于想明白了。大彻大悟，可以这么说。你其实一直在我心里，可留下的是怨，是恨，是委屈。当我冷静下来，把这些一层层的剥落，我才发现，藏在最下面的是爱。这个比喻真好，是爱。你也这么认为？其实你也和我一样，对吗？对，我们的爱被太多的东西掩盖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装进包里的是什么。没舍得丢下他，因为他是我的家。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里，你是希望我留下他，还是留下他？儿子，你想明白了？想明白了。南心，你想清楚了。所以你们决定继续过下去，来征求我的同意。
我还不能同意。妈，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媳妇儿，我做过许多错事儿。可是我知道错了，妈，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坐，坐。兰心呐，我承认，一开始我对你就有成见，所以你嫁进我们家，我也没给你几天好脸色看。我自己也反省啊，我有很多地方都不对，所以如果你不能原谅我，我就不答应。你能原谅我吗？妈，刚才等你们的时候啊，我看见邻居家里灯火通明，传出来一阵一阵的欢笑声。我回到屋里一看呢，怎么落到这个地步？房子里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的。我多渴望你们回来，你们回家，我们也跟人家一样过得快快乐乐的，我们一家人好好把小日子过下去啊。另外，我的这枚戒指是我的婆婆给我的，我的婆婆对我不好，可是在那个年代也不觉得什么。戴上这枚戒指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当个好婆婆，我不要跟我的婆婆一样。可是我做得不好，尤其是对你。妈今天把这枚戒指交给你，你要学着婆婆身上的好，改掉婆婆身上的不好。你愿意戴上它吗？妈，我知道您今天给我的不只是一枚戒指，您给我的是一个家。我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的亲妈。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您跟我说，让我敬爱我的丈夫。从今以后呢，我不再受你们俩的家伙气了。我也特高兴，我有这么一个好妈妈，特别高兴，我有这么一个好太太。妈，您把这戒指亲手给她戴上好吗？好，谢谢。我的好女儿。妈，小强，带毛毛出来吃饭了。强，哎，肯定被车颠的吧？毛毛又睡了，又睡了。啊，那正好。
你聊聊呢。聊什么呀？跟佳明闹别扭了吧？而且别扭闹得还不小，是不是？他跟你告状了。以前呢，不管什么事儿，佳明都会跟我说，那就是因为这回他没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才觉得这别扭闹大了。到底怎么了？他爸走的那天晚上，他跟嘟嘟在一起一个晚上。他跟你解释过这事儿吗？他说让我相信他。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我相信佳明他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嘟嘟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谢谢我让佳明陪伴他。为这事儿，你要是那么小心眼儿，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爸，你说夫妻是不是过着过着都会有问题的？是。所有的吗？是。但是你跟我妈就不是。哼，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你这辈子心里面只有我妈，我妈心里面也只有你。你怎么知道？难道不是吗？人呢，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感情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那么点事儿。你呢？哎，插队的时候啊，有个姑娘喜欢我，我跟你妈结婚以后一直跟她还有联系。我妈她知道吗？她当然知道了。天哪，那我妈不管你呀？那得看怎么管。你妈知道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对这种男人啊，不管，那就是最好的管法。阿强，你跟佳明的情况跟别人不太一样，毕竟你比他大。退一万步讲，万一有一天这佳明在感情上有了什么变化，你也要理智的对待。我杀了他。你说着说着没正经的了，你。你更何况，现在这个家里边，那还是你说了算吗？你这个舵要是掌不稳，那非得翻船不可。其实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词儿，啊，理解、包容、信任。老话说得好，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恶事。笑什么？你笑？你说正经的呢。记住这句话，啊。生在一起，真的不容易。
要有你陪我在这里，生活再继续难免有风雨，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萌萌，画什么呢？哎，萌萌，你怎么把爸爸写给妈妈的信给拆了啊？你是毛毛，哎呀，小强。嗯，毛毛又把球踢进了，可是跟我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老公，嗯，你现在还能一脚把球踢进去吗？当然，我赌你不能。赌什么？如果我赢了，我就把你脸上这个包给挤了。那你已经输了。为什么？球不是早就进去了吗？我告诉你，于小强，以后你少跟我打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的，记住了吗？乖，妈妈。